别动啊，往前别动，往前别动，快点别动，往前别动，在后面跟上，后面别动，警察办案。来，别动，站住，回身，慢慢回身，转过来。小队，王成民呢？问你呢，王成民呢？不知道。他昨天在看。直升飞机逃走，请求联系航空部门协助拦截。好，联系各个国航线，上天入地也要把他抓过来。王长明跑了，听谁说的？杨部长。杨部长还说些什么？杨部长关照我说，让我考虑您的安全。他手上有那个从死的摄影师处拿到的 U 盘备份，里面记录着一些人肮脏的证据，波及很大，甚至关系到部长本人。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这些事情是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可是我们的生意一直由杨部长关照着，一旦部长出了事儿，我们的烂尾楼、假账、贿赂都会被起底，整个链条都会坍塌，到时您也将会获刑。会判多少年？不知道。航空港已经核实，该直升机是安阳市的民营飞机，现在偏航绕飞，并未出城。这小子在混搅视听。徐军，民航局卫星监控已精准跟踪坐标，目标在世界城外有低飞停留，疑似有人下机，然后升空飞走。把坐标发给马东。是。然后实施 A 计划，扑向飞机方向，以防狡兔三窟。是。昌明下飞机逃走了，位置已经发给你了。什么？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坐标准确，疑犯在此处滞留，曾用虚拟电话叫了一辆私家车，逃向龙湖方向。对，私家车就是网约的那种，我们已经做了定位拦截，车牌号为 ZK3D12。快点，快点，你快点啊！再快就超速了。说你是不是疯了？一大早占老子便宜，啥事儿？喂，我现在去庆阳一趟。啊，别那儿坐。好，那你回家等我吧啊。手机给我，给我！好，枪别走火。
到我，你们赶快追过去。前面入口线，往枪击。以后啊，我们联系呢可以用这个，三长两短，你就知道是我了。啊，我现在去亲家一趟，那你回家等我吧啊。徐局啊。我感觉不对啊，我怀疑目标已经转移方向，庆阳方面追击不便，请在昌西收费站设点拦截。行，挂了啊。这辈子还真遇到坏蛋了，人呢？跑了，从这儿下车，放在那儿跑了。哎，东哥，你看我像不像梁朝伟？像不像无间道？我看你挺像的。哎，你敢威胁我？你不帮我，警察迟早会找到我，完了我就把资料交上去，相信你女儿一定会很开心。你在哪儿？我帮你。我不允许你出事儿。师傅，看见人跑过去了吗？你是干嘛的呀？哦，我是刑警队的，我抓人的。我在前面，刚跑过去。啊，谢谢啊。雨晴，你们赶快过来，人已经找到了，在老北站铁道，快点啊！我不跑了，我跑不过你，马队长，我没犯罪，我是搞慈善的。把你这鬼话说给法官听去。马队长，给我一条生路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。想让我放过你？你问过那些被你残害的女孩，他们能放过你吗？他们是自愿的，是我救了他们，要不是我，他们还生活在贫穷的小山上。你胡说！是我从淤泥里把它拔出来洗白的。我告诉你，胡说！他们会感激我的。给我一条路吧。好，我给你一条路。跟我回警局去。别动，我会开枪的。来了，我真的会开枪的。我真的会开枪的。
真的，真的会开枪的。老妖，让开，这和你没关系。何苗跟你什么关系？他在这些事啊陷得多深。马队，对不住了，我能看着何姐十几年的基业就这样毁于一旦，也不能看着你把她送进监狱。这样我拿到 U 盘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这样过去了，可以吧？哼，有种你开枪从我身上踏过去，否则你想都别想。你别逼我。苗姐，你不敢来！我杀了这个警察，我们人都得进去。20年前，他救过我的命，你想让我死不瞑目吗？放下。20年前，在铁道上，我救的那个人是你。别说话了，别说话了，快！何姐，何姐，快，快！对不起，我走错了。你说等我赶快下去。雨晴，你赶快。不见了，你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吗？要记下她手机号码。走，走，叔叔带你去找妈妈。你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什么时候呀？啊？妈妈在铁轨上丢了什么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？玉琪，妈妈又要抛下你了，所以一定和这个 U 盘有关系。在我车上装窃听的也是你们，对吗？玉琪，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放手，我来告诉你。阿瑞，罪犯的手腕肯定会落下明显的疤痕。你告诉我，不要害怕坏人，要勇敢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不抓坏人了？多陪陪我。等等，
你老家是哪的？是昌西的吗？啊，是啊，昌西，咱们是老乡啊。这个照片你认识吗？我你认识他吗？你说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。她是我女儿，是不是你害死她的？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害死她的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马队马队，不是马队，放开我！他杀了我女儿，他是马队的。目前没有发现目击者，罪犯的 DNA 信息我们已经保存在数据库了。和马队留存的皮肤纤维极度不匹配，不是他。老马，你怎么又抽烟？你要是抽烟，那我就吃零食吃糖。我不但现在吃，我还要在睡觉前刷牙后吃。哼！同志们，经本公安厅决定，给玉清市公安局12221专案组第集体二等功，敬业。你说东哥能缓过来吗？哎，等车呢。东哥，老这么蹭车不合适啊。找我啥事儿啊？有一个好消息。嗯。王小萌的案子，徐承泽自首了。仅此一次啊。小雅，我的乖女儿，爸爸最近好累，爸爸又想你了，你有没有在想爸爸？很抱歉没能多陪陪你，也没有完成你的心愿，带你去游乐园玩。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爸爸暂时不能去陪小雅，希望小雅不要怪爸爸，因为在这个世上还有许多像小雅一样可爱的孩子需要爸爸守护。他们有的是姐姐，有的是妹妹。爸爸是个警察，爸爸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让他们受到伤害，让逝去的人安息长眠，让活着的人更有尊严。对了，爸爸今天在公园里碰到一个小姑娘，她和你是那么的一样，而且他也喜欢吃棒棒糖，于是一个棒棒糖换一个故事，你想听吗？
们都在这坐了一上午了，你可以跟介绍人说给我妈交差了。不，我不觉得我们这是个差事啊。你知道在我们玉清学院，人家叫我什么来着？快说，大刘，是不是找我有事？马上出现场，第一时间赶到玉清学院。好嘞，我知道了。你刚说你什么学院来着？